大家早安，今天是时隔不知道多少天，又拿起我的相机，因为今天出门突然想到啊，今天要去学校，然后今天蛮多事情的，然后啊，很久没有录影了，所以今天带着相机。然后我知道啦，今天是生日倒数一周，22岁，21岁倒数一周，所以记录一下。Spring is the season that wakes me alive, and fall is the season to contemplate life. Oh, I don't know what is it exactly in this time of year that makes them alive. 我刚刚本来想要买气泡水，但是没有抢，所以我就买了零卡可乐。但我现在有点后悔，我有点饿，哎。我下课了，然后现在呢要去挑我专场的衣服，然后要去好远的地方哦，而且好像下雨，但是我没带伞。我周末的时候去了 Spaceport， 然后因为它不能带伞进去，然后就把它丢在外面，然后我就找不到它了，所以我现在没有伞。好，反正呢，我现在要去。永春吗？还是什么？我要去五分埔，反正就是离松山车站很近的地方，要跟沈以乐去选衣服。但是我相机剩两格电，感觉要没电了。好，现在呢要先去买。我现在呢要先去买东西吃，因为我实在太饿，想要去买个挂包。好饿，好饿。依照目前的进度，我们今天应该是挑不到衣服了。今天呢是礼拜一，然后今天是要去学校的日子，然后哦，我今天的行程呢超级满，等一下呢是10点跟我的同学们约在星巴克讨论我们的毕展，因为我们下礼拜三就要出审了，然后我们应该是讨论到中午后要去学校再去找老师讨论，然后找完老师讨论后呢下午继续讨论，然后下午讨论完后讨论到4点多，我们要再找另外一个老师去讨论毕展，因为礼拜一就是轮流跟两个老师讨论毕展，所以今天就是去学校讨论毕展的日子。然后今天讨论完后呢，晚上我要去跟沈以乐去挑我表演的衣服，然后挑完之后还要去工作室继续剪我的片，就去剪我礼拜五要上的 MV， 新歌的 MV。 对，就是今天也是超级硬的一天，但是带着大家一起出门啊，好累哦。我们家电梯不知道施工到什么时候，哎，一直在施工。今天早上搭那个公车，10分钟公车搭了半小时，气死了，害我迟到了。You're not here, the sun don't shine. When you're not near, I don't feel like I do when you're with me. Felt like suddenly our souls collided, hearts entwined. When I decided to make you mine, I'm never going back. I know that's a fact, but how do I know if it's love that I'm speaking of? This is love if I'm making you breakfast. This is love if I feel myself coming down. You're not around. This is love if I think I've gone crazy.耶，买了巧克力，精神粮食。上个月都700，这个月更少。不会，可是我就会觉得，对吗？我就是确诊是那个，不觉得。要赶快赶去东区，讨论讨论到现在，好累哦，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他帮我拍拍立得，他不给我对焦，那我的脸超级好笑啊。
是12:30吧，好像快一点了。对，我终于到家，然后刚去买了牛奶。对，今天就这样先结束，我真的太累了。顺便给大家看这双鞋呢，直接有点脏了。怎么会有点脏啊？这是我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耶！应该是这是什么颜色？米色的 Dunk，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买的。然后今天呢是礼拜三，今天要先去一个活动，去完之后呢要去挑衣服跟剪片，然后再来是晚上要去练专场的东西，所以我背着我的吉他出门。好，出门。OK， 好。大包小包。今天的活动是 Sony 的活动，就他在一个咖啡厅里面。我有点想去买咖啡，今天还没喝咖啡。在干嘛啦？买给我。结束了，他们送你小礼盒，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信义了。对，红不会啊。礼拜都会去跳海，就是去冲浪。然后他说，真的是 Instagram 整个都死了。对啊，我行动到现在不能发，你现在可以发吗？我现在是根本没有办法那个更新。刷新啊，就能 refresh。嘿嘿。这夜要转身跟你离开，不惜加速的奔向绝爱，也在途中安抚了。直接没有 click 的。划破了梦境，却融化不了你的悲伤，你的痕迹。我曾望你撇清静，温热的记忆，才不再发现是你。这一切我就已经既然会分离而不小心，也许我要再一次的相信。 You just walk with someone else. Are you happy now? 我也不想要脆弱轻易飞上Coen， 应该是 Coen 吧 ，Coen 买的衣服。然后呢，我现在来看我的贴纸啊！我刚刚的练完，现在10:30左右，我来看我的贴纸，快点来看！一定要这样登场是不是？我谁知道你在拍？对，它下面底是白的，这样剪还蛮好剪的。好赞啊！这是我专场卖的贴纸，好赞。就是人工要剪，倒是还蛮好剪的吧，对不对？嗯，收工。我还有什么咔一声？小胖，小胖，你在干嘛？小胖，
嗨大家，今天呢是礼拜四，今天是10月20号，然后今天我妈带我去吃饭，因为明天我要上课跟练团，没有时间帮我过生日，所以她说今天先带我去吃饭。我们先来原百姓义吗？因为我妈说她自己问我说要吃什么，然后我就想吃续集，但是呢续集好像很难定位，我想说直接来排，因为那时候我在新竹购歌也是这样子，应该直接排排得到吧。我们现在先去，然后现在是11点多，看不到。好，然后她11点先去排，她11点半开门，希望有位置耶、yeah.So patient, quietly waiting for someone my type to come around. But maybe I won't ever be love. Maybe I'm not meant to find love. Cause maybe if I was there, different someone already in my life. When it's my turn, cause all my friends are falling in love, my turn.嗨大家，回到车上，好累哦，因为我今天肚子不太舒服。好，然后现在差不多下午4点，等一下回家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其实没有买到很多东西啊，就后来刚刚去 Gap 买了一些衣服，然后跟买了一些化妆品而已。我刚睡醒，我刚回家实在太累了，也不是太累，就是身体没有很舒服，就想说休息一下好了，不然我最近有点缺乏睡眠。然后加上我身体起来，然后今天走了好久，我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刚想说就小睡一下，然后睡了1个多小时，现在好很多，好棒。因为刚突然发现我不知道会不会出来，就周年庆完大家的手应该都长这样，一堆口红的痕迹，好像拍不出来。简短开箱一下，也不是开箱，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房间堆满了一堆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些是刚刚买的，然后有一些是礼拜六表演会用到的东西。 OK， 这一袋是 All Sense 的衣服，然后这衣服是我礼拜六表演要穿的那一套衣服，然后是这一套衣服呢拆给大家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ll Sense 这个品牌，但我最近去了很多他们的活动，我自己觉得他们的衣服很好，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衣服，成熟帅气但又不会过于太重的感觉。它是白色的，然后我先挂起来不然它有点皱。它是一套白色衣服，然后外面它的背心是搭白色的，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在积极寻找外面的这个背心，因为我想要搭另外一个颜色比较跳的，所以呢我今天就去 Gap 找到了这一件紫色的耶、yeah、其实昨天已经买了一件了啦，对，然后这件紫色的应该是礼拜六会穿的，对，很可爱。然后礼拜昨天吗，昨天挑的那一件是这一件，是绿色的。我第一次在这家买衣服耶、欸、就他们这家其实衣服意外的很可爱，因为我本来想说日本品牌会不会比较，就我自己是一个风格比较没有那么日的女生，会不会他们的衣服穿起来很日，但我觉得这件其实绿色背心穿起来蛮可爱的，就它是一个深绿色，只这件比较偏大一点点。我现在是背心大户，我超多这种针织背心的。然后今天下午在 Gap 又买了2件衣服，因为现在 Gap 在6折，折超多嘞，很可爱颜色的针织衫，只是这一件只剩最后一件，然后它是 XS 的，它6折，然后满2000又送200，所以呢我又再买了一件这个高领的衣服。我一直被 Gap 这个爱心收买耶，他们这爱心超可爱的，我之前买了2件衣服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爱心，所以我就买了。下一个呢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是我的新钱包给大家看，是 LV 的。然后今天是我跟我妈在吃饭，那我妈就突然拿这一袋给我，那我就开始哭，因为觉得很惊喜，然后就很谢谢我妈，她就买了一个 LV 的钱包给我。因为我其实本来一直用的 LV 钱包也是我妈给我的，然后这个是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买的，就她年轻的时候用，然后可能用了10几年吧。等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升大学的时候，她就把这个钱包给我。因为其实 LV 的钱包非常耐用，然后我这个钱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有点快坏掉，但是它都不会坏掉，就是它真的非常耐用。给大家看，这个款式好像现在柜上都已经找不到，因为之前有人问我，然后我去找，但这应该是比较以前的款式，皮有点翘起来了，然后拉链也有一点点。就是生锈什么的，那就反正我就一直用这个皮夹用了很久。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妈会送我生日礼物，就她居然送我生日礼物，然后她就送我这个。然后她说她本来想买里面这个颜色是一个更深一点的桃红色的，虽然我平常不是一个会去
主动买粉红色的人，但是妈妈送我一定要用的、啊、对啊，长得很可爱，给大家看。对，它里面就长这样，然后前上面是放钱，它放钱的地方其实蛮广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夹层可以放零钱。对，这钱包又更小了，而且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收到的新钱包的礼物嘛，对，我就觉得很赞，对，我换了一个新钱包，但其实也是 LV 的。下一代其实也是衣服，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这么多衣服。这一代是 Levi's 的，我是借了一件这个里面的短版衣服，这一套是要我表演完然后拿来拍照的。这一件我上次借的那一件，这个标签是樱桃的，现在是柠檬的，太可爱了吧，好 Q 哦。然后借了一个裙子，我来问一下好了。好，对，反正这件超可爱，我超喜欢这件。这些应该都是商借啦，就是要还回去的。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牛仔风格的人，然后又喜欢这种色彩缤纷的衣服，所以就是 Levi's 的衣服跟我喜欢的衣服风格很像。衣服开箱完给大家看两个我今天去周年庆买的东西，但是我今天身体没有很舒服啦，所以就后来我妈就说身体不舒服就回家，周年庆还很久。对，第一个呢是买了一个MAC 的蜜粉，然后上次就有试 MAC 的蜜粉饼，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蜜粉饼，那我觉得 MAC 这个的包装还蛮好的，然后这个是1400多块，然后我折了2000送200，上一家2000送200后，然后我又折了9折吧，所以1000出头，给大家看一下，对啊，就是一个 MAC 的蜜粉，然后我是买透明的。而且我发现周年庆都大缺货、欸、什么意思？最后呢，就是我在傻蹦买的东西，他送了两个，一个是磨砂膏，一个是面膜。我之前有段时间很想买傻蹦的是那个，他们前段时间有出个柠檬的，然后那个闻起来味道很清爽，就很舒服，我很喜欢。但是呢，因为它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所以没有买到。买的这一罐是 Jasmine 的。给大家看，其实我挑的很随意耶，就我就每个味道闻一遍，然后问我妈觉得哪个味道比较好闻，然后今天可能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其实是哦，等下晚点要发歌，晚点的歌呢叫做多巴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去听，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多多帮我分享，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超可爱的。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就打电话给我了。大家早安，今天呢是九月，不是九月，今天呢是10月21，耶！今天呢是本人二十二岁的生日。然后现在早上9点半，9点半，我要赶快先出门，因为我今天早上有早十的课，然后今天特别绑了一个辫子，可爱的辫子，装饰一下。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好像看不出来。今天呢？早上去上完课，中午要跟企业主、B 展企业主开会，然后放学后要去工作室练团，对。然后今天回家应该是蛮晚的，不过带相机出门，而且我发现我已经19、20、21、22，第四年嘞，等于从今天开始是我拍 YouTube 的第四年，已经满三年了。然后这四年我应该都有用相机记录吧，就是生日的时候都带相机，所以。对，就是就当大家陪我过了我的22岁生日，谢谢大家。好，出门了。你要干嘛？顾问也来了，去吧。没。Just a little too much for someone to tell me I'm the one. When it's my turn.Feel a little love in my life, I do. Cause I've been feeling lonely at night. Wondering if her question's being heard. When is it my turn? Cause I've been trying not to be complicated. Let them understand how I'm operating. Maybe I'm a little awkward lately, and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Another year, I'm still alone. My mom's the only one who ever rings the phone. Asking when I'm gonna find the one to hold. When I have been wondering too, wondering who's gonna come out of the blue. Love me like I ever knew. My turn. Say I'm the one that they choose. Say that they love me and they'll never want. That's all I want. But no one comes. No, it is my turn. Cause all my friends are falling in love. My turn.我要许愿吗？快点出来，人家还要赌。反正只有四个单元而已啊。第一遍你们要读的时候，最好就是全部从头把它看到尾，啊，从头把它看到尾，这有重点。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只看那些？我想。嗨，大家，我下课了。现在呢，3点左右，我4点要练团，所以现在要好暗，现在要赶去工作室。然后这我朋友刚给我蛋糕，我今天已经要吃太多蛋糕了，不知道看你。那我问一下。好哦。Say goodbye to summer. No.